坠落。是年少历经别哭，就算最后会心生厌恶，那幸福的温度却被当作千疮百孔。是年少你的孤独，爱与沉默来自我保护，而在你笑容的背后，比谁都清楚放肆任性的态度。清楚了，坚定了，确定了方向。
手看花瓣飘落，还有多少未完的承诺。青春开始成熟，是我启程的时候。不同的理由，不同的感受，也在追寻着相同的梦。但愿我们拥有绽放之后的笑容，那未来就像宽广的宇宙，走到哪里都不会寂寞。小小身体背后长出梦的翅膀，飞向自由。花朵绽放的时刻，我看见了希望，希望的钟声清澈回荡在那遥远的前方，给我力量，让我坚强一心向前闯，不再犹豫，不再彷徨。当花朵绽放的时刻都是鲜艳的模样，崭新的世界用自己的手打开才更漂亮，流过眼泪就会变得更坚强，有过失望，有过受伤，我们的梦想。希望的钟声清澈回荡在那遥远的前方，让我坚强心向前闯，不再犹豫，不再彷徨。当花朵绽放的时刻都是鲜艳的模样，崭新的世界有自己的手打开才更漂亮，流过眼泪就会变得更坚强，有过失望，有过受伤，我们的梦想。先是声幕，不是弹幕，弹幕，简称声幕，声幕取了个新名字。声幕呢？我猜，哎，因为声幕坏掉了，漂亮了，所以它反应太慢了。那我这里，我这里先。可能是，然后就没有人。好像先是那个点蜡烛环节，哦，点蜡烛，不是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要弹说弹幕，点蜡烛。快点，好，可以可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写一首诗吗？写诗。三
二一，说明我的愿望太长了。怎么了？啊，声部来了，头痛。萧一姐生日快乐！人来了，您一年比一年更美丽了，那就祝您一年比一年更开心。抢到了第一条成员深注弹幕，说明我是最爱你的。哦，回去大哥的事儿再跟你商量啊。来，你雄心。嗨，这是喜欢萧音前辈的第二年，生日快乐呀！已经超级期待来上海套路鹅了，这一次不会怂了，大概吧。生日公演加油啊！哇，谢谢，等你啊。想写信寄进你的新房，改写难言变为期许，浓墨重彩画你心底的梦，再陪你谈到下一个天明就实现。姐姐生日快乐。哦，前宵音乐会记得你喜好与美剧话语，因为聆听愿与你浪漫惊喜，陪你完整梦想，我们超有耐心，圣诞快乐，一起变得更好。谢谢孔湘莹音乐会，祝君快乐无烦恼，神仙容颜不会老，话不多说愿安好，陪你逐梦飞更高，不负今年与您相伴，共创美好的未来啊。谢谢。还有一条弹幕，还有一条弹幕是来自袁丹妮的，然后他呢跟戴王就沟通了很久，然后戴王都没有回应他，然后他就带让我带他说这条弹幕了。他说是戴王，我就是戴，我现在是戴王。你是弹幕，我是弹幕。弹幕，他说祝珊姐生日快乐，你是最美最漂亮的，全世界最美的鹅。然后虽然呢他不能来你的圣诞季，但是他一会儿的火锅肯定会来了，不缺席好吗？好样的。还有袁雨珍刚刚已经住过了，但是还有一句我忘说了，就是他说我是爱你的。我都能看到袁雨珍的影子。哎，谢谢丹妮和袁雨珍，哎，和于珍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就是Q我你有什么要跟粉丝说的吗？对，没有，谢谢大家。那你站这边吗？你干嘛？你要藏起来啊！我把你放在最中间的位置，现在放在我心里最中间的位置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对你们说的就是谢谢你们大老远的或者近不近远不远的都来看我，然后辛苦大家了。然后今年的话看到大家的努力真的很开心也很感动，然后我会一直加油的，希望你们能一直陪着我，辛苦啦！耶，好了，然后我记得好还有吧，然后等一下，什么？藏了个宝贝？你这样，那我就。哎呀，我刚才搜寻自己，哎，有点，其实有点尴尬，因为写的比我拉票会还要长。是论文吗？毕业论文是吧？很长很长的一封信。好，那我洗耳恭听。好，不要期待特别高啊。我对你的信没有很高。开始了，一年感觉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不得不感叹时间的流逝。今年我23了。好，我知道你的年龄了，可以点到为止。但我突然忘记你多少岁了，隐约记得好像是差了4年。那么就祝你19岁生日快乐。谢谢。比去年乖了啊。作为一个19岁的小可爱，你比去年更棒了。谢谢。好，那说正经的。B
表白的话去年已经说过了，今年就不过多油腻。那么首先来先汇报一下我自己吧。好嘞，您讲。啊，我的去年呢会比前几年更执着于让自己变得忙碌，虽然没有经常一起玩，但有时会突然想你到底在干嘛，但也就是想几分钟，因为我对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好奇。然后不过女人的嘴骗人的，哎，有点不对。不过偶尔排练的时候我会到你旁边，虽然也不会跟你搭话，但也可以用我的直觉来感受一下，判断你最近心情到底是好是坏。我们灵觉，不愧是灵觉啊。对，而且不愧是我姐呀，好像没什么不开心的时候。所以为了不输给你，在你的面前我也都是尽量表现出我现在吃好睡好也没啥不好的样子。那么去年的我在你心里有没有变得更加成熟可靠呢？去年最耿耿于怀的事是弄错了你用的香水，却还跟粉丝一顿瞎显摆。去年最要感谢的事是我在北京外务腰很痛的时候，你跟我发了很久的微信。其实当时也不是坚持不了，但我就想跟你说说。你的安慰也不是说一味的跟我说你可以，是每次在我钻牛角尖的时候跟我说算了回家吧，别坚持了，回家找姐姐还有豆丁陪你玩的，别怪我啊那种，就是让人很放松的感觉。所以就是想找你聊聊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其实我自己也是能调整好的。嗯，唠完嗑我也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。只是如果以后每次我难受了过来找你，你都能跟我瞎唠唠嗑，就挺好的吧。两三年以后可能我们的见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频繁了，可能因为我们的性格本身就是有点不太合。因为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没关系，或许但没关系，因为我有对感情独挡的能力，或许这个能力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有，所以你不要担心。不管以后能不能经常见面，只要再见到我都会像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，依然对你没心没肺的，所以你要好好活着哦姐姐。就不能正经一会儿一秒啊？哎呀，这不是气氛不能太沉重。好，因为去年的信呢大家都说我很会表白，就把你夸得不行，然后被文案组抄了一年。今年呢我也没什么特别的话，就也是嘱咐你一下，好好活着，多多运动，多吃蔬果，少熬夜，以后消音少输液，大病小病都别拖，医生赚的比你多，单压。我的妈，单压很好背吧，那就希望你背一背啊。啊，你的人生我相信你自己会照顾得很好的，因为我的姐姐乍一看不正经，第二眼可能也不是那么正经，但是是一个在重要的事上绝对不含糊，是一个谨慎而理性的人呢。你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做一个约定，如果以后真的登上了人生巅峰，那请客不可以犹豫哦。祝你19岁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哎，你写信的水平真的越来越好了，是吧？我要向你多学习。多学习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两封了啊。我等着呢。我努力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塔口。不行耶。好矮哦你，我惊到了。怎么穿得起高跟鞋啊这样？我要优雅，我要保持优雅。那真的，就紧张啥呀？都想，欢迎旁边唐凤
我调头的说干嘛？比较少。傻子。嗯，就，哎，怎么说？就是遇见大家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不枉我浪费了我这7年的青春。你笑啥？反正就是能够遇到大家，然后 S 队能够这么的有默契，然后能够在一起这么的开心，也都是我个人的功劳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就很爱很爱大家。然后我希望就是以后不管就是大家可能该干嘛，该捡破烂的捡破烂啊，该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啊，都能经常见面，就偶尔搓个麻将也行。然后大家的就是各种重大人生的场合啊，也可以叫我，就是那些没加微信的可以先加我，然后再叫我，我肯定会来参加的，不管我当时有多么的红。然后我真的很爱大家，谢谢，就到这儿吧。好，然后现场的观众举起横幅，然后我数一二三，然后我们一起说祝孔阳莹生日快乐啊！一二三，祝孔霄莹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哎，然后下面是干嘛呀？就欣赏下一首歌了，请欣赏下一首歌曲，《纽约梦》。